就这样，站直了，别动，闭上眼睛，抬起头来，最好话也不要说。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？祷告的一周，据说只要这样，藏品出库后就不容易损坏。为什么？日常迷信。哦，反正我也不希望晚餐碎死了，那我要念什么呀？随便啊。 不过据说念前所有者的名字最有效。前所有者？嗯，那不就是你的名字吗？嗯。哦，千万别碎，千万别碎，没亲没亲没亲。没出息！之前又不是没亲过，现在你紧张什么？这是为了做实验，别怕。 你该不会是流星的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心脏只是因是坠落的。当流星的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它远远吻沉在你。 这是，来来来，帮我一块儿多拍点照片，现场存档。不，这藏品库都变成这样了，你不报警？报警？说什么？泛泛在逃，然后上上热搜，贡献一波点击率，成为民众讨论的热点？那你不打算追究了？怎么可能？ 这么多东西，还当着他的面带走了藏品。